光天化日之下，手持铁棍砸破玻璃橱窗，三名戴着面具的男子在店内大肆搜刮财物。夸张事件发生在昨晚7:30左右，日本东京银座一家名表行。影片中可以看到人来人往的闹区街道，三名歹徒大摇大摆在店内行抢，嚣张行径让路过民众全都看傻眼。根据日媒报道，面具男持刀威胁店员，抢走总价约1亿日元物品，随即搭乘接应白色车辆逃离现场。整个犯罪过程也被在场网友全程记录下来。影片在网络疯传，其中店门口长发贵妇意外成为网友关注焦点。贵妇全程紧盯歹徒行动，一边拿着手机搜证，最后还上前挡住门口，试图阻止嫌犯逃逸。网友也纷纷留言：“妇人好冷静，其他人的冷漠有点惊人。”由于事发地点位于银座繁华商圈，两旁精品店林立，一名在附近工作的50多岁男子指出，这里人多车多，根本没想过会发生抢案，附近发生这种事实在很可怕。而四名涉案歹徒晚间9点左右在东京都港区赤坂遭到警方火速逮捕。据悉，四人年纪落在16到19岁。警视厅表示，抢案歹徒共有5人，剩余1人正全力追缉中。至于犯罪动机，还有待调查厘清。